好，欢迎收看2月3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我是张门琪。首先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新店花园新城社区的樱花逐渐绽放，目前大概有三四成樱花，想要看到盛开景象还要等等。树林嘉年华灯会2月7号到12号登场，连续7天与民众共度元宵佳节。霹雳飞松舞团成立将近20年，成员都是阿公阿嬷，这群长辈不仅跳出健康，还越跳越年轻。新店文史馆即日起推出廖飞雄猴雕艺术展，十多件创作运用生漆涂装，颜色自然生动。今天童话新故乡单元，来自越南的故事妈妈罗敏瑜带来的故事是好圆好圆的月亮。立春天气回暖，也让人感受到一丝春天气息。这时各地的樱花都逐渐的绽放，以樱花闻名的新店花园新城社区目前大概有三四成的花朵，虽然数量不多，但是粉红色的樱花将入口车道点缀得相当美丽。而想要欣赏到盛开的景象，大家还得耐心的等个几天。今天是立春，随着阳光露脸，天气回暖，让人感觉到些许春天的气息。好天气加上漂亮的樱花，肯定让人心情大好。而位在新店郊区的花园新城社区，最近樱花已经悄悄的报到了。由于今年全台各地花期普遍较晚，因此到目前为止，樱花大概只开了三四成左右。种植一整排樱花的入口车道，远远的便可以看到稀疏的粉红花朵点缀树梢，其中有几棵樱花树花朵开得较茂盛，娇嫩的樱花显得格外的缤纷抢眼。花园新城社区的樱花多数为吉野樱，花朵较大，盛开时相当美丽迷人，更经常吸引大批摄影爱好者还有游客特地前来拍照赏花。这里算是大台北地区较近的赏樱景点，而且因为樱花种植的较密集，短短一段路就可以感受到宛如仙境般的美景，十分值得前来走走。不过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欣赏樱花盛开的景象，大概还要等上几天时间。另外，这条樱花大道属于社区车道，来往的车辆较多，赏花时要特别注意安全。记者陈平、张门琪，新店采访报道。2017树林之美新春嘉年华灯会将从2月7号起隆重登场，包括了树林火车站后站、镇南宫与榜二二街都布置了色彩缤纷的灯海。而在2月11号元宵节当天，将有大型的元宵节灯谜晚会，12号的晚上6点起则会进行大规模的祈安绕境活动，欢迎民众踊跃参加。新北市2017树林之美新春嘉年华灯会2月7号晚上6点将在树林区镇南宫与保安二街举行点灯仪式。树林区的在地艺文团体风柜舞集特别在记者会上带来开场舞喜鹊迎春。今年灯会将由市长朱立伦与树林区区长林耀长、镇南宫董事长许正秋、海明寺明光法师共同主持点灯祈安仪式，为灯会揭开序幕。我们一年一度的我们新的树林之美新春嘉年华的灯会，大家在大家期待的时候，我们又要来到了。那我觉得就是说今年已经迈入第15年了。其实在我们都知道，在树林之美这个灯会，其实它不只是一个灯会，它是我们在地的所有的学校社团大家非常期待一年一度的一个成果发表。树林区区长林耀长表示，今年的灯会主题是金鸡报喜，天道酬勤。除了镇南宫入口处有紫色瀑布灯海，树林火车站后站广场、保安二街与镇南宫也摆放了将近1200个灯笼，整体布置更胜以往。所有的这个灯幕都改变成最新型的，像我们有紫色的这个流星瀑布的这个灯饰以及这一个灯幕都是用最新型的主要就是让大家去感觉说跟以往传统的都不太一样。树林区公所指出，从2月7号到12号连续7天的灯会活动，就像是树林在地的嘉年华，每晚镇南宫都有精彩的艺文团体表演。11号元宵节当天还有元宵灯谜晚会，12号下午6点起进行大规模的绕境祈福活动，欢迎民众踊跃来参加。记者陈品、张门琪，新北市采访报道。平林松林大学飞松舞团成立到现在已经有将近20年时间，成员平均年龄超过了80岁，不过这些阿公阿嬷跳起舞来依旧是活力十足，他们时常受邀到各地表演，也经常参加比赛获奖无数。长辈们都表示，学跳舞让他们的肢体动作变得灵活，而且是越跳越年轻。
只有十多度的冬天，这群阿公阿嬷却是不畏寒冬，活力十足的舞动着。他们是有着赫赫名声的新北市平林松联大学飞松舞团，成立至今已经有十多年时间，成员平均年龄超过80岁，年纪最大的长辈甚至已经高龄90多岁。不过大家不要小看了他们，比起体力一点都不输给年轻人，连跳四手舞蹈大家都不嫌累。因为过去很多长辈都是种茶为生，现在粗重的工作交给了年轻人，大家就改来学跳舞，继续活动筋骨。来运动啊，身体健康啊，身体好好啊，脚骨啊较勇健，手也是啊较袂老人拄在阵。我就后来哦，愈学身体骨愈健康，骨愈活跳起，安尼先。这哦，实在我非常感谢了咱政府。这有着健康，有着身体健康快乐，有着身体健康快安尼。不错啊，真好。带着大家已经跳了十多年舞蹈的林宝莲老师说，每次教阿公阿嬷们跳舞就是他最开心的时光，尤其是看到大家都很认真的学习，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的练跳，他就相当佩服长辈的耐心。很多长辈还因此越跳越健康，越跳越年轻，这就是他最大的成就感。增进脑力激荡，然后让他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而且年纪越来越大哈。当然呢，因为脑筋就会不是很好，就记忆当然会退化。可是借由这样的机会，让他们越记越多，然后他们的记忆就是不会马上就退化那么快。那我觉得这也是他们最开心的一个部分。是越跳越年轻，很多说阿嬷你几岁？我说我70几啊，看起来不像你还会扭还会跳。好像60几岁，我觉得很高兴。飞松舞团时常受邀到各地表演比赛，也经常得奖。长辈们说，上台领奖的那一刻，心中真的是欢喜万分。来自各界的肯定与鼓励，就是他们持续不断跳舞的最大动力。记者陈敏、张曼琪，平林采访报道。新店文史馆即日起推出梦想幸福廖飞雄猴雕艺术展，展出廖飞雄老师制作的十多件猴雕创作，特别是在入口处还摆放了一座大型的母子琴猴雕装置艺术供民众拍照，欢迎大家踊跃前往参观欣赏这些表情生动活泼有趣的猴雕作品。新店文史馆即日起推出由新北市文史学会策划的梦想幸福廖飞雄猴雕艺术展，除了展出廖飞雄老师的作品照片集锦十多款猴雕创作之外，在入口处也摆放了大型的母子琴猴雕装置艺术供民众拍照，开幕当天更举办了送猴迎鸡版画 DIY 活动，现场热闹滚滚，包括了新店区区长林黄元与相当多艺术家也到场共襄盛举。廖老师养了猴子养了10几年，从了猴子的这个生活啦，整个一个行为动态当中去思考去创作，所以这些作品我觉得都非常的传神，非常的棒。刚才跟了廖老师学习，从廖老师的介绍当中，每一只猴子的那个神情仪态都各具表达的都非常好。廖飞雄老师这次所带来的猴雕创作是他近年来的作品，采用生漆层层涂装，让雕刻表面所呈现的色彩更加自然丰富，而每只猴子的脸部表情也十分的生动传神，让前来观赏的民众都赞赏不已。我这一次用那个生漆来涂装，它一层一层的颜色涂上去之后还要再磨细了以后然后再涂一层，这样子的话，所以我们在那个在磨的过程，它有看到那个底色，所以它就会变成说颜色会很丰富，然后看起来就会比较自然，很生动。文史馆为了让艺术气息更深入民众生活，今年所举办的艺术新店系列特展与讲座，将邀请4位在地艺术工作者轮番上阵，每一季都推出不同主题的艺术特展。从文化的面向来看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希望一般的民众也多可以尽量的去接触，因为我们不只是接触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我们希望能够让他们亲近艺术家。
这次展览展期到4月16号为止，展览期间每个周末上午11点将在馆内播放纪录片，欢迎民众前往欣赏。详细资讯可上脸书搜寻92故事馆新店文史馆粉丝专页查询。记者陈平、张文琪新店采访报道。今天校园新新闻征件要带观众朋友们来看获得佳作的作品《我的学校有森林》。现在我想为小朋友们营造了优质的户外空间，学校内有什么吸引小朋友的自然环境呢？透过影片一起来看看。校园新新闻，现代人喜欢到森林里呼吸清新的空气，寻找心灵的平静。幸运的是，新店国小里就是一片美丽的森林。对于新店国小的学生来说，每天都身处在森林中。新店国小拥有119年的历史，以及非常丰富的生态。也因为拥有100年的历史，校园里有许多树木都十分高耸入云。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棵树，便是台湾栾树。新店国小从幼稚园至游乐区才区的底部，两排树便是师生植树活动时种下的。这片美丽的校园森林不但提供许多动物居住的场所，更是小朋友们玩耍的地方，甚至可以净化空气，使校园生活更美好。校园四季都有美丽的花朵、有趣的果实，更可以让人作为观赏。这一棵桂花树更拥有了100年的历史呢。这一棵小叶南洋杉正是全校最高的大树，它大约有6层楼之高，是新店国小一棵非常具代表性的大树。在新店国小的森林中，不但有茂密的树木、池塘的生态和蝴蝶走廊，还有最近引进的蕴菜共生系统。下课时还常听见小朋友们穿梭在树林间快乐的笑声。新店国小的师生很幸运的能在这片美丽的校园森林中度过健康又快乐的校园生活。广告继续来看童话新故乡单元，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本公司经 NCC 核准已开始陆续关闭类比讯号，请尚未安装数位机上盒的收视户尽快来电预约升装，预约专线2917-3939。还在辛苦偷看别人的吗？现在 Super MOD 跨界超进化，让你影音带着走，随时轻松看，一人下载多人共享，再送看片金哦，还有免费频道超多优惠，快下载 Super MOD 随选随看 APP， 自由享受不间断。让我们把爱传递出去，哪怕只是一点一滴，当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够发挥强大的正能量。请支持彰化家福逐梦主管计划，给孩子们一个完善的学习空间。
让我们一起帮助他们建筑起未来的梦想。大新店客服 APP 便利上市，可直接持手机条码缴交费用，也可线上进行障碍报修，更有专属好康推荐功能，赶快下载体验，数位生活好方便。来自越南的罗敏瑜来到台湾已经有20多年时间，因为七岁国小成立了国际文教中心，因此就开始担任起故事妈妈。她说故事的方式相当的生动活泼，孩子们都很喜欢。接着就一起来听听她所带来的故事《好圆好圆的月亮》。叫罗敏瑜，然后粤文翻成粤文叫拉蒙优。我来台湾已经有24年了，就是我小朋友在这里读七岁国小，然后呢，后来我们七岁有了国际文教中心，然后就来这里，就是帮忙。一开始是展览越南的一些文化，对，然后就过来帮忙，就在这里帮忙。小朋友，你们几年级啊？七喜欢听故事吗？喜欢。等一下要讲一个越南关于中秋节的故事，好圆好圆的月亮。小朋友，这个故事妈妈问早安。故事妈妈好，我是敏瑜妈妈。那请问小朋友呢？我们这边中秋节有什么活动呢？请说。啊，是月饼，对，还有呢，请后面那位。烤肉。啊，有烤肉。那我今天讲一个也是关于中秋节的故事，是在越南的中秋节的故事。那你们可以顺便认识一下越南的，好不好？介绍自己国家的文化给这边的小朋友认识，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因为他们可以透过这个认识我们的国家，更了解我们的越南。也许有很多小朋友是妈妈从越南来的。他们可以多了解他们自己妈妈本国的一些文化跟熟悉，不会那么陌生。对，好，那好圆好圆的月亮开始咯。今天呢是中秋节，月亮好圆好圆啊！爸爸请刚从越南来的阮叔叔在家里做客，月光下，奶奶为了阮叔叔说了嫦娥奔月的故事。阮叔叔，在越南也有中秋节吗？孩子们问。有啊，我们也有一个关于月亮的故事。从前从前有一个叫阿贵，他的心也很坏。有一天阿贵在树林里闲晃，看到一窝刚出生的小老虎，他就起了坏心眼，把他们的爪子都弄断了。然后阿贵躲起来看母老虎能够怎么办。小老虎声声哀叫，换来焦急的母老虎。母老虎来到一棵树，然后呢塞了几个小叶子，然后放在嘴里嚼了嚼，然后把那个嚼烂的叶子附在那个小老虎的伤口上。没多久呢，小老虎的伤都治好了。好神奇的一棵树，阿贵十分的惊讶，便关起这棵小榕树带回家，并郑重地交代妻子，这棵树很珍贵哦，叶子能做药，绝不可以浇脏水啦，倒垃圾哦。然后呢，他的妻子积德的心心数数，总之呢把干净的水浇在树上。可是阿贵呢时常唠叨，记住哦，记住哦，不能浇脏水哦。妻子终于受不了了，你呀，只会关心树，从来不关心我。你爱树比我还多得多啊！然后呢，他一声气之下，把书房里面的垃圾，哇，把倒在那个树上面去了。突然间呢，树干摇啊摇，然后那个树叶卷起圈，然后就咻飞到天空去了。然后呢，阿龟看到，好紧张了，一跃而起，紧紧抓离地的树干。但是呢，树还是一直飞，一直飞，
飞上了月亮，阿龟也登上了月亮，没办法回去了。如果你仔细看哦，圆圆的月亮里总是有一棵树的样子。蓝叔叔指着月亮说：“你看，坏心眼的阿贵还在树上呢。”中秋节你们做些什么？孩子们问了蓝叔叔。那蓝叔叔回答说：“中秋节越南的小孩子最喜欢的节日了。我们呢提着灯笼、踩影子的游戏，还有呢会有舞龙舞狮的表演哦。”蓝叔叔嘹亮地唱着。Every candy day, every candy hot for me. Long vui sinh với đèn trong tay, em mũ ta dưới ánh trăng rằm. Chê chê. 好，今天是中秋节，好圆好圆的月亮，静静照着我们，照着阮叔叔也在越南的家人。喜欢。因为越南的地方很特别，我觉得今天故事妈妈讲的蛮好听的。我最喜欢那个树飞到天空那里，因为就很像火箭冲向宇宙。就是这些故事是我小时候还也是有听过，然后让我怀念我小时候的在家乡的样子，然后那个情景都在我的海脑浮现了这样子。好，我们台湾呢有布袋戏的文化很特别，那我们越南也有跟台湾有点不太一样的水上木偶啊。我们的布袋戏是在小舞台上面表演，那我们呢木偶是在哪里呢？在水上面。那寇远远远远在那个水的后面，他站在后面，他有绳子然后控制这个木偶，然后木偶他很有活力哦，他可以跳舞啊，可以抓鱼，所有动作就扣那个演员，不要小看他。你看，就这样动一动，他都会动。嗯，然后木偶他有很多的外表造型，不一定是这样子，看那个故事的内容如何，他们就会有不一样的木偶这样子。好，譬如呢，就干嘛的？猜猜看，他是在抓鱼的。你看，开始了，把鱼抓这样子，对。然后木偶在水上面动来动去，然后那个演员在后面，在舞台的水后面这样控制它这样。我很喜欢今天的故事，因为故事很好听。我喜欢，因为可以学到不同的语言。来，我今天叫你们讲简单的粤语，好不好？好。那我叫你们你好粤语怎么说？来，洗澡。洗澡。所以呢，等一下我讲完故事要跟我说谢谢，对不对？来，谢谢越南语怎么说？来，跟我一起说，感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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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不难？不难。来，大声讲一声谢谢，感恩。哎，好标准啊。然后跟我说再见，对不对？来，再见怎么说？南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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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比。好，所以我们结束之后要跟我说谢谢，谢谢怎么说？感恩。好，跟我说再见，南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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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好，一定忘记了，你好怎么说？洗澡。哎，好厉害，洗澡，洗澡。好，所以我们故事到这里结束了，要说什么？感恩。对，我们要再见了，对不对？南比，南比。接下来看波威亚有哪一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本公司经 NCC 核准，已经开始陆续关闭类比讯号，请尚未安装数位机上盒的收视户尽快来电预约升装，快速约装专线66283399。现在只要一块钱就可选你爱看的高画质套餐，豪华电影餐、运动套餐、亲子套餐、娱乐套餐四选一，只要申办 HD99 高画质套餐年约年缴方案即享优惠，活动详情请洽2917-3939。现申办大新店宽频光纤上网指定方案，其每32寸液晶电视免抽即送，上网月租费还可以折抵等值 SMOD 电影戏剧馆看片金，上千部电影戏剧任你看。活动详情请洽2917-3939。新店地震事务所行动一廊1月9日至3月30日展出一起精彩陈美分老师师生联展，诚挚邀请民众一起参与这场艺文创作盛宴。
F701安康线新巴士安康山区宝福社区新巴士，因交通监理机关未能同意立位申请，因此从106年1月起暂无法提供立位服务，请搭乘上述路线民众注意。以上的新闻内容都刊登在大新店有线电视的网站上，欢迎您上网点阅。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张文琪，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